法国歌就行了。
学习的最后一天，我们要讲话，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虽然短短的几秒钟，我们导师站在这里，就是要接受我们同学的感受、感谢，所以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表示我们对他的心，好不好？好，开始。图书馆的副组长何组长。
啊，你来宾会陆陆续续到，那我们再来用时间来介绍。好，我们接着下一题去。校长致辞，恭请西溪高中大家长、教师和校长为我们致辞。好，我们各位贵宾，我们各位家长、各位师长、各位同学。今天那么样好的天气，早上很多同学可能会失望说啊，是不是要下雨？可是我们年底一开始，太阳的曙光已经出来了，不热。今天我们改变以往一年里的场地。的方式，让我们的在校生能够亲临到这个会场来感受体验，做一个传承，来祝福我们毕业生鹏程万里，因为他们明年也是要跟各位一样毕业。所以我们改变过去的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在校生还有国一、国二、高一，他们现在是在教室里面，我们透过我们的电话设备，他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学长姐在毕业典礼会场的实况。这是我们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个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毕业生，过去学长姐的优秀你们已经传承下来了，接着你们离开西溪高中之后，要将你们的亮点来发光发热，这个是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校长在这边要祝福我们的毕业生，虽然有些同学已经有学校，有些还要准备职考或是申请入学登记分班，这个都是你找未来的一个管道，不管你的未来如何，重点不要忘记你的父母陪伴你成长，今天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请不要忘记父母陪伴的辛苦。今天我看到一则报道，正修科大二技的一位同学，在应该讲二十年前、八年前，他因为车祸变成植物人，后来。奇迹似的他又苏醒了，妈妈爸爸的陪伴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感动，今天报纸都知道他也是今年的毕业生，所以请各位务必在今天各位拿到毕业证书之后，不要忘记父母的辛苦。第二个不要忘记的就是说，新兴高中三年来给你的学习的环境，你是如何跟他结缘，请你不要忘记，希望将这些亮点带到社会上去发光发热。最后我祝福我们的毕业生的家长还有贵宾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祝福我们的同学未来的另一站的过程非常的顺利，也希望你们以后来回馈我们新兴高中的学弟妹，随时欢迎你回来，谢谢各位。Thank you.
们今天我们南北我们新一区的区长也就是我们大家长，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同学来美丽之区，我们说好不好？好。好。我们的张校长，我们家长会，我们的李会长，还有各位干部，我们所有的毕业同学，大家好。区长好。天气很闷热，对不对？好。那我们要感谢校长，还有我们所有的教务，设想周到。就像这种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下雨，只要要下雨的话，脚该跑啊，会跑来不及啊。啊，所以呢，大家温热一点没有关系啦，至少不会淋到雨了哈。那非常的祝福啊，非常的恭喜大家啊，要毕业了啊。那毕业以后，你们的视野会不一样了，视野会不一样了。目前呢，啊，你们大概还局限在新兴区在高雄市，好，那我们的高中同学马上呢，可能就是各奔前程了哈，台湾各地跑透透了哈。像我的小孩啊，前年哈，就跟两个都到台中去了哈，一个是前年去的，一个是去年去的哈，一个读台东大学，一个读台东专科哈，读专的。啊，所以呢，马上你们就各奔前程了，那。今年的暑假就是你们在高雄市好好的在这个把认识高雄的一个好机会了，我们高雄市号称山海河港，这山爬过了没？不晓得有没有人那个还没有爬过寿山的，那爱河旁边的脚踏步道有没有去骑过了？那骑脚踏车大家比较喜欢踏山，比较不喜欢了哈。旗津的渡轮渡过了没？渡过了哈。旗津海滩走过了哈，旗津的沙滩。所以呢，山海河港了哈。我们同学呢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因为你们离开了高雄以后，你怎么去介绍你的同学？你的新同学还有跟我的家乡有什么好玩的这个是马上你就要面临的哈。像我的小孩，他的同学到高雄来玩，然后我说要带他去哪里玩，然后我说我们高雄有那么多的地方，你竟然找不到地方可以带他去玩吗？西子湾带他去过了啦哈，西子湾去过了哈。所以呢，好好的把握今年的暑假哈，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然后呢，把我们家乡美好的风景传播出去哈。等你的同学要到高雄来玩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带他去玩，而不是只有我们的新学家嘛哈。新学家我就不用问大家了哈，新学家大家都知道，就在你们的门口的校门口。在这边特别跟大家共同的勉励了哈，那也谢谢我们的江校长哈，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教职员哈，办了这么美好的一个毕业典礼哈，然后把我们的新兴高中治理得非常的好哈。刚刚我们家长会会长哈，特别在提到哈，我们很好的这个音乐的这个人才哈。那我们是不是在校园里面多举办的这一些音乐活动哈？我说好啊，没错啊。我刚刚从那个新念国小毕业典礼过来，新念国小他自己他有那个管弦乐团，他那个是今年那个评比全国评比的第一名的。那新念国小的学生马上就要到我们新兴高中活动部来了哈。那个我们的人才呢是一贯的培养上来，所以呢，我们如果在这么好的一个校园里面有很好的音乐活动哈，非常的好。目前我们新兴区固定的活动就是每年四月份，在我们这个民生圆环那边有办一个大老虎文化祭的哈。
校提供欢乐的舞台，让我们的学生有很好的表演机会。在所有的五天的活动当中，我们还特别把一天叫沙巴舞之夜，就是保留给我们所有的学生，让他们利用那个舞台来做表演，还有那个机会跟我们所有的学生的老师做个报告。我们可以明年还是要办，还是会办。那我们明年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大展身手。最后，我们祝福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大家鹏程万里，我们的成绩越来越进步，我们所有的设施，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所以我昨天自己
习这些东西。那我是学校的家长会长，那是以家长的心情看到这位同学，献上我个人的祝福的话，那你们今天能够顺利的毕业。那在踏出新兴高中的校门，我想你们可以继续的求学到不同的学校。那国中的、国中部的，可能有的留下来继续在学校，到别的高中去。我想为了每个人的理想，各自迈进。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记得这三年在学校一些美好的回忆。我想高中、国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相信你们在这几年经由老师们用心辛勤的教导，你们自己也学到很多的东西，你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付出。那我想你们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光荣。那学校的老师以及学弟妹也为你们觉得很骄傲。相信你们在这几年所学的东西能够继续的学以致用，在不同的领域去发光发热。没有错，毕业它不是一个结束啊，它是一个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我想希望每个同学能够继续为自己的梦想啊更进一步的努力。最后我祝福你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以后能够一切平安如意，一帆风顺成功。谢谢。Thank you.
全同看。